小点声，还没走远，我怕团长看见。你还有怕的人？嗯，给，说，你跟着我干啥？死丫头，快给我一一招来！招啥呀？好呀，你还敢不承认？我可都看见了。去去，看见啥了？月兰，其实团长啊，早就喜欢上你了。英子，我忘不了杜仲哥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应该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。我的事儿啊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倔驴，倔驴，你说我倔驴，我觉得你比我还倔呢。你说，你的个人问题咋样啊？我和你不一样，一上战场说完就完，一个人来去没有牵挂。要是我有心上人，再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人家再像你这样，那我心里可过不去。等打败了蒋介石，我保证顺手抓个后生，要不了三年五载，生上他一摇院的娃娃，再养个猪羊满圈、鸡飞狗跳的，好好过光景。想得美你，看那个时候谁要你，不害臊。我的意思是要你向我学习。是。不孝的女儿来看你了，达，我错了，您能原谅我吗？我为您报仇，达，你放心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月兰，会让月兰过上好日子。你就放心吧。跟上、啊、这批机器啊，那可是咱被服厂的宝贝啊。缝纫机呢都是抗战时期从上海那边拉来的。吴厂长啊，顺着这条山路再过两座山就到盐水关了啊。等过了黄河，用机器把你这身衣服也补一补。哪有被服厂厂长穿成这样的。大伙先停一停，停一停啊。吴厂长啊，前面就要过个小镇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和月兰逃了走，到镇上侦查一下。好，你们跟在后面。要是有什么情况，我会立刻通知你。好，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。好，好，好。月兰，咱们走吧。好。来，我们走。走了。走，快点。姐，挺热闹啊！我小时候最喜欢跟我达叔赶集了，就像过年似的。哎，来花了啊！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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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让吴厂长他们先休息一下，等集散了再走。镇上有敌人，好像盯上咱们了。盯紧前面那两个女的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哦，吴厂长他们就快过来了，现在回去报告情况不太可能了。这样，咱把他引到那边山上去。枪声一响，吴厂长和蔡七他们肯定能听到。走，好。快点，走。别上枪，给我上，站。快走，走走走走，快，都跟上。同志们，前面咱们要通过一个小镇，大家伙提高警惕，迅速通过。好，跟上。同志们，有情况，快快隐蔽隐蔽，快快快！同志们，到沟里去。长，我带着人去镇上看看。好，你们就跟我来。走了。你和朱晨的事咋样了？不咋样。从一而终，那是旧观念。姐，我不是旧观念，只是，冤家路窄，何振清又追上来了。快！玉兰，玉兰，快，往山上的玉米地里跑。哎，好，快，走，姐。快！振兰，快，玉米地上面跑，快！快！啊！
主任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要是说了，我就放了你。省脑机关在哪里？彭德怀主力在哪里？说吧。说不说？啊！我说我打断你的双腿！啊！你个混蛋！来人！给我砸断他的双腿！行！毛泽东专来在哪里？新野军队在哪里？何振清，你不得好死！说不说？这不信你不说？你再不说，我砸断你的手！何振清，你们的死期，你们的死期不远了！给我砸断他的手！快说！再不说，我毙了你！何振清，你不得好死！苏家沟镇上遇到了何振清的侦察小队，月兰脱险，可胡琴英他双腿和双手被打断了，牺牲了。何振清现在哪儿？他往米脂和隋代带去了，还有被俘场已安全到达盐水关。我路过米脂，回来看看你。看见你娘了没有？看见了。她咋不回来？我娘说，她在家里过着顺心着呢。叫你多保重。这个婆姨啊，她还记着仇呢，啊？前两天我差点就抓着月兰了，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。受伤的时候，你被我走了那么长的路，
我坐这儿陪你会儿算什么？啊！我的伤好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我不累。月兰，以后呢，就咱们俩的时候啊，你就别管我叫团长，叫朱晨。哟，团长在。哎，老张，我给月兰同志检查一下身体。好，月兰，张医生再给你检查一下，我先出去啊。哎，辛苦了。好。好点了吧？我听说你们在山里头一扑一个空，连毛泽东的影子都没有看到，有这事儿吧？大，军事上的事儿你不懂。共军啊，已经被我大军前堵后截，即将逼上绝路了。我们侦察连现在也正抓紧时间查找中共的首脑机关。我看这个胡宗南啊，在延满睡不了几个好觉，我的预感啊，国民党眼看就要完了，我看你还不如离开国民党，投奔共产党。你咋随风倒呢？你当的不是墙头草，我是为你的前途着想。你就放一百个心，这共产党闹不成事儿。团长好，这个，啊，月兰身体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从山坡上滚下来，碰到了头，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大事。吃点什么药好得快？现在给他吃的药就很有效。哎，月兰，你要什么？我来。我想喝水。啊，喝水，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慢点啊！团长，我刚才梦见杜仲哥了。月兰啊，这打仗能有不死人的吗？你刚才不过是做了个梦，别往心里去。这是梦。月兰，我得跟你谈谈啊。我认为啊，你应该把杜仲忘了。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做不到。你这样，你把杜仲的事埋在你的记忆里就行了。我们经历过生死。是是是，我非常羡慕你们，但是也不能为死去的人活着呀。你知道吧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我觉得杜仲哥会回来的。杜仲回不来了，你是知道的。你还年轻，你要继续生活下去。不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月兰，这，杜仲已经死了，他不能再回来了。我不相信你说这些。听我说，行不行？你姐何莲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听说她现在正在瓦窑堡米脂一带活动，也不回来看看她咋？少爷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十里铺了。我在十里铺碰见个三婶家的娃，他管我叫叔哩。和云霞住在一个村子上。他说
云霞带着个娃就住在家里。那你去把这个婆姨给我弄回来。哎哎，在村上看没看到二爷？没听说二爷。大，你别急，我先把咱女的给你抓回来。月兰，你不该这样对团长。团长他很关心你。我知道，他对我好。月兰，你可以幻想，可以继续抱着希望，你等他一直等下去。可是这样又有啥意义呢？你不但会伤害团长，何莲姐也为你担心。杜仲也不希望你这样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梦，一个幻想。我告诉自己好多次了，忘了他。可是我真的做不到。月兰，你要相信自己，努努力。一切都会好的。心情呢，大家都理解啊。你看你伤也没好，跑出来干啥？其实那天呢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跟你说那种话，好像逼你一样。不怪你。站住！管家，管家，来了来了，怎么了？他过来闹事儿。哟，小姐，你瞎了眼了？他是大小姐，赶紧赔不是。大小姐，小子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来是你。您放过小人吧。天宁，啊，他们谁呀？新来的伙计。我下次回来，要是再看见他们，你们谁都别想活了。哎哎，是。少爷呢？少爷出去了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。老爷在厅房呢。我跟杜仲哥已经相爱整整十年了，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，但是我们相互牵挂，相互思念。他一直非常爱我，我没有想到，我最爱的人和我最亲近的战友会一个个离我而去。会好的，我会把他深深的埋藏在记忆中。你能
能想，那是最好的。啊，看你这伤也没好，咱们赶快回去吧。啊，走。哎呀，这个国民党跟共产党啊，又打起来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你打我这个心里啊，我是担心你啊，所以让黑牛和振庆千方百计的打听你在哪。这些年你都在哪？你也不回来看看你的。大，这些年我总是到处跑。不过，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大，这次看见你，你的气色比在太原的时候好多了。张大。嗯。你回来了吗？心情好了，身体就硬朗了。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大伯一家都被那个狠心的二爷给杀了。我知道。你说二爷这个娘们儿，还有那个云霞，哎，他们的心咋就那么狠呢？活该，是他们自找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样的话，你还是何家的骨血吗？他们给日本人当汉奸，他们该死。达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共产党垮不了，最终走向灭亡的是蒋介石。这个郑庆啊，是国民党。你是共产党。你说你这个，哎，大，你告诉何真卿，叫他立刻放下屠刀，向共产党低头认罪，否则我要大义灭亲了。你要做甚啊？啊？必须转告他，大，你保重身体。是在战壕里写的，我们已经打退了鬼子12次进攻，真是一场硬仗，很多战友倒下了。玉兰，要是我也倒下了，你不要伤心难过，找个爱你的同志嫁给他。他娘的，鬼子又上来了。
玩的高兴不？高兴。哎，那边。来，给我来。少爷，小姐昨天回来了。何莲回来了？啊？那你咋没跟我说呢？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，可小姐一会儿就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老爷好像很生气。行行，下回再来。以后你再看到何莲，把他给我扭送到镇川来。是少爷。以后我立了功升了职，亏待他啊。我小弟，小弟，海生，回学校看见姥姥了，高兴不？谢谢了。带孩子女人是谁吧？巧在这儿碰见你了，我刚好也路过这儿。扯谎，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哎呀，怎么样，挺好的吗？啊，哎，你部队在这儿调整，啥时候离开啊？啊，听命令呗。团长。我的事儿你都知道，你的事儿啥事也说给我听听。你是哪里人？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？不，真想听我的事儿啊？嗯。那这样，咱们到前面坐着说。好，走。这。海生，是不是走累了？要不要妈妈抱你啊？来吧，还是抱着。你们想干啥？没事，别怕。哎呀，我找你可好久了，今儿啊总算遇见你了啊！没想到啊，你也有今天。你有啥仇？你找我？你不要碰孩子。小宝宝，今儿个，我送你娘俩下地狱啊！你还是不是人？孩子这么小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，我要为我大伯一家报仇。把那兔崽子跟云霞交给我爹，回去认他处置。一个时辰给我打他一遍，到了晚上拿水泼他。
老爷说了，要慢慢折磨你。哎，是。你闭上你的嘴，哭出来了，哭怎么办啊？哭回来了。那你说，有什么办法能把尤夏和文孙救回来？我跟你老公是拼了。这是云霞的家吗？你谁啊？怎么，十年不见，不认识我了？哎呀，你是二爷啊！二爷，算你们有点记性。跪下，跪下，二爷。二爷，你是我家的大儿子，我咋敢忘了吧？云霞，出来呀、啊，云霞！二爷，嗯，云霞和海生让何家人给绑了。二爷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们云霞和海生吧！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今天午上。要过人了吗？去了，可何家人说他们没有抓人啊。真真本事啊，上了战场以后敌人不跟你玩虚的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教导员。你好你好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路过这儿，顺便来看看你们。热闹呀，热闹不错呀。啊，对了，刘主任的、他跟着中央机关到处走，撤出营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他。哦。哎，你跟月兰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有门儿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带兵打仗有一手，个人问题，加紧进攻啊。啊，行。哎，何莲。下午在我这吃。好啊。啊。哎，你喊上英子和参谋长。行。我把月兰叫着。哎，好啊，何莲，你看咱们早应该聚一聚，是吧？啊，那就那么定了啊。好，那下午见啊。好，下午见。